王君卿和袁伟豪这日一起出席活动，提到萧正楠和黄翠如日前在印尼巴厘岛补办婚礼，还分别在网上和大家分享喜悦。阿 Ben 和君卿都好替他们开心啊。哎，真的替他们非常开心啊，恭喜他们两个可以白头到老啊。快点生个小孩子，生小朋友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恩爱。对，阿 Ben 和女友张宝仪感情都好稳定，是不是都有这个计划呢？啊，还没有的，只是我只是吹牛的，随便说说。但是我知道之前翠如介绍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啊，怎么样避过这个你们的朋友，自己的朋友他们查不到啊，所以再看吧。